扑。妈的，挖口你一下！我砍，我再砍！我再扣你一下，你还敢让我扣着你？哎呦，晚豪是吧？晚豪，晚豪，晚豪是吧？晚豪，致命点燃，亮牌是吧？亮牌，还亮牌，好啊！亮牌跟我俩啊，跟我俩亮牌来。跟我俩亮牌，亮牌是吧？亮牌，打不过你大爷的，打了他一个点烟出来还可以接受啊。我他妈撇死你。嗯，晚豪是吧？晚豪，晚豪，晚豪，哎，我还就不走。蓝枪是吧？蓝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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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，差一点点没溢出来。哎呀，就差那么一丢丢。出个燃烧宝石。原本我想出小反甲，不过算了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差一丢丢，就差一丢丢，溢没溢出来。他其实才两级的蓝枪，我不是很怕。给我干，别跑，我来了，给我打，往上踢。阿卡丽是吧？阿卡丽，蓝枪是吧？蓝枪啊，蓝枪，蓝枪，晚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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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枪是吧？蓝枪。我看谁，我看谁，我操，可以，阿卡丽还装杯，阿卡丽还敢搁塔下装杯，阿卡丽，阿卡丽是吧？阿卡丽，你大爷，打了我250滴血。这塔下的兵绝对不能让他收，知道吧？坚决不能让他收兵。出一个875。有没有跳弹？给我跳弹下来！晚豪是吧？亮牌！晚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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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晚豪，晚豪，晚豪，晚晚豪，晚豪，还敢跟我狂妄？晚豪，亮牌是吧？我操，吃塔皮了啊！他点盐还没了，我跟你们说。晚豪是吧？晚豪，晚豪，晚豪，不上了，咱不是莽夫，知道吗？
乱猴。我正要把红吧。回家了。来个静食，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在我的背后还闻着纹身，哎呀。他才四级，我们七级。别让我撇到你，小伙子！别让我撇到你啊！晚豪是吧？晚豪，晚豪是吧？晚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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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晚豪，晚豪，晚晚豪！跟我比莽夫。啊了谁嘛，我吃一层塔皮啊，仰卧起坐是吧？仰卧起坐，仰卧起坐，仰卧起坐，嗨嗨嗨嗨嗨，仰卧起坐。你有肌肉吗你？让你看看我的肌肉。我不推了，我等二十秒。晚豪已经疯了，看见没？接近了，这波注意细节啊！注意细节，我们大招不要提早开，提早开会护甲魔抗会直接没有，知道吗？不要提早开。好，这回再开，万豪，万豪，万豪，这么疼吗？这？这玩意儿打人真疼啊。我 W 呢，我没开 W 吗？我开了呀，我没开吗？我摁了呀，还没出来吗？为啥呀？为啥没出来呀？凭啥呀？bug 了，这一定是 bug 了。我的大斧早已饥渴难耐了。别着急，这波啊，等他出来。这个塔咱先不拆，等他出来，这塔看他守不守啊？他敢守这个塔，我们就直接上去砍他。我砍，我再砍。要么他就这个塔的这些兵一个他也别吃啊！看他守不守这个塔，别动啊，放在这里别动。等下一波兵再来，
没到14分钟呢，塔皮不会消失。这波我估计够呛了，这兵来的有点慢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打小兵，别打塔了，别打塔了，打小兵，别打塔了。哎对，打小兵，哎对了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，我们瞎人诛心，一个你也别吃啊，你要敢吃兵，我就直接德玛西亚，我就吃塔皮。终于有点乐子了。是不是？往前走一点，来，往前走那么一点就行，走走一点。撇不到，有点烦。万豪，万豪，万豪，可惜战斧。我一开始为啥没开大呀？我记得我摁了呀，怎么回事呢？我摁了呀，为啥呢？气死了！我摁大了呀，我怎么没开呢？你说咱有哪个傻逼在打人的时候奥拉夫能不开大？你说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有这种傻逼操作？根本就不可能！我真的摁了。我先来个白点，就是在我意识之中我已经摁了的东西，我不会再摁一次了。我都知道他摁了，但为什么没出来呢？把蓝打了，抢蓝是吧？啊，晚豪是吧？晚豪，晚豪，啊，晚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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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他妈的还敢瞅我！下边不杀他了，换一个人。我正要去。这奥拉夫出完这个白甲怎么血这么少呢？才2000多点血。干啥呢？晚豪？啥意思？晚豪？怎么的呢？怎么的呢？怎么的？咔嚓咔嚓咔嚓咔咔咔嚓！三个人就敢在我面前，啊？这蓝枪凭什么敢下路推荐？凭什么？饶你一命，我们去中路。哇，这没死！我正要
要去。干哈呢？这哈的，我们化身成为扑克流奥纳夫，扑克扑克。给你个扣，还要我扣的？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该回家了。出个血手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炼狱。让卡莎再也不敢在我面前嚣张，就是我们的目的。打个红呢？中路没人拆吗？我拆了啊！蓝枪是吧？蓝枪，蓝枪！晚豪，晚豪，晚豪！打不了，溜了，走位，抠一下。我正要去。没有大，你等一会儿。我现在没有大招，我先咬你一命。你等我30秒以后的小伙子，我不可能咬了你。30秒以后啊，我们再见面，我就不会这样仁慈了。莫干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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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干拉！趁莫干拉没有沙漏的时候，赶紧杀他两波。他有沙漏，一会儿杀不了了，太狂了，莫干拉！差40块钱，我们可以出血手，看看剑圣吧。剑圣死了，掠夺吧！刚才我是被晚豪给杀了吗？谁死了？谁这么狂啊？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卡莎吗？走位挺好是吧？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！晚豪，你让我逮着你了，晚豪，晚豪，晚豪！
别跑，婉豪！莫干辣是吧？莫干辣！溜溜溜溜溜！阿卡丽来了，我抠你一下！我再抠你！哎呦我操，瞬移了！死他，可以啊！拆他！哎呦我卡莎！哎呦我卡莎！卡莎科技战斧！卡莎！婉豪！婉豪！婉豪！吸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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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吸！可以。刚才就不要打英雄了，打英雄吸不了多少血。知道吗？嘿，我莫干了，莫干了，莫干了！你打得死我们莫干了。红要刷来，打个红的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哟，蓝枪敢在中路带线，蓝枪！蓝枪这是不把我当人呢，蓝枪！蓝枪啊，蓝枪，往哪跑，蓝枪？哎呦我婉豪，婉豪杀婉豪，杀婉豪，婉豪！我喊不动了，我歇一会儿。哎呦我 ADC， 狂妄，简直是狂妄。回家了，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蓝 buff 好，拿个蓝 buff。阿卡丽一回没杀过你妈，阿卡丽，但确实这玩意儿不好杀，不是我不杀，是真是不是那么很好杀，你知道这玩意儿跑得太快了，这，你瞅瞅，哎呦我阿卡丽，咬你一命阿卡丽，也咬你一命卡莎，他有三段位移，外加一个烟雾弹。没法杀！哎呦我卡莎，卡莎，卡莎，卡莎！莫干了，莫干了，好了。回家出装备，出点啥呢？来个自然之力吧，不对，出个振奋吧。振奋虽然跑得慢了一点，然后我们来一个巨型九头蛇。
正要去。